主料：猪肉100克，辅料：青椒2个，红椒1个，洋葱、豆瓣酱2勺，甜面酱1小勺，生抽、料酒、姜、葱、蒜、鸡精、油。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锅加水，放姜和八角，煮开后放入猪肉，煮到略成熟，捞出晾凉，肉切薄片，辣椒切段，葱、姜、蒜切碎，锅加热，放入肉片炒出油，加入豆瓣酱一起炒制出红油，肉片卷起成窝形，加料酒，放甜面酱，加入葱、姜、蒜，放辣椒段，炒匀，加少许生抽，最后加鸡精盛出。烹饪技巧，最好选用猪后臀尖二刀肉或五花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